大家好，我是明月琪亚米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娟呐。Hello。今天玩的是雪宝跟雪怪的游戏。雪怪和雪宝，名字好好玩呢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喽。好。天哪，现在是怎样？准备要雪怪要把雪宝丢出去，看能丢多远是吗？对。放。放。放。呜呼呜呼，哈哈哈！那最远距离是用那个雪宝的鼻子胡萝卜来算计算的，所以是42.78公尺。哇，太多了吧！好，来喽，来，妹妹。姐姐按爸爸的手，好，这个吗？对，按一下哦。它基本上是这样子，你要抓一个距离，这样子呢，它才可以丢得很远，一个角度有没有？姐姐7公尺，妹妹来一次，准备喽，咻，按一下就发射出去，啊，6公尺，那刚刚是说要100公尺，那。我来挑战看看哦，100啊，没有成功。我们一定要试试看能不能到100公尺。我是73。哦，难哎。万美美，来喽，万美美喽。要100圈才能。妹妹丢好高哦！雪宝剩身体也剩头了，45公尺。好，爸爸，爸爸换爸爸，爸爸再来挑战一次100公尺。妈妈，我爸还很棒。应该刚好选到那个绿色那个地方。对，1、2、3，啊，好烂哦！来换姐姐，啾啾啾啾啾啾，呜呼！好烂哦！哦，那还弹那么远呢，姐姐还弹到11了，换妹妹了。我要比她的嘛。嗯，哦，太小了，好难哦，好难到100公尺，换我，换我。哎，好烂，太难了。跟我一样吧。来换姐姐，雪宝加油！雪宝加油！啊，不行！你一定要抓对角度，它才有可能被给远。21。爸爸这次不要丢超过100公尺。什么超过？他说要超过的。啊，太早了。太早了。让爸爸试试看能不能丢到100公尺，好不好？哦、不，我一定可以，要接到很远。好。要接到哈哈，好，你好像太快，其实啊，如果跳过去可能就过了。1、2、3 ，Go！ 不一定要高78了。高不一定远。1、2、3，嘿，哇，好难哦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来喽，4、6、7 ，Go！ 丢不出去。哦，好难哦！要像很一直飞，要平飞的。对，是要平飞的。过了哎，过了123公尺哎！哇，太厉害吧！好远，但很远呢，但很远，超远。好。好厉害哦！对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好不容易突破了100公尺。对啊，
好啦，这就是 雪怪把雪宝丢出去的游戏。好啦，有没有好玩？好玩。那我们最后跟大家说拜拜咯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